我要说一下，到重庆去的反思人物，还有一帮特殊的人物，就是跟我同属所谓中国知识分子的那帮人，我要说他们的名字，否则辜负了他们的辛苦。李希光、崔之源、王绍光、张旭东、甘阳、孔庆东、孔庆东、司马南、温铁军等等啊，你们现在在干嘛？在济南的中等法院，还是老百姓为薄熙来不平？你们没有去，你们没有去，你们太无聊了。